那我儿子就是零元三只球来的。2014年的时候，小孩进那个佛童班，才真正的跟零元三只有接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是把小孩送进来以后，我也就走了。到后来，洗碗师傅说：“哎，佛童家长就是把小孩送进来以后呢，要上殿学习一下，修行一下。”然后就上殿，进入大殿以后呢，感觉是真的是有点不一样了。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，后来正好是碰到一次过年的时候，修海师傅说要开始义工家长要开始打扫卫生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灵岩三寺的这种义工的，跟其他的一些佛童家长的一些交流啊什么，觉得很开心，很放松，觉得来的人好像都是很真诚的，也很坦率。跟他们交流过程当中呢，我觉得他们这种佛法的这种想法意识比我高得多了，比我层次高得很多。哎，我觉得我做义工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多接触，所以后来我就增加做义工的时间，可以跟他们接触的时间更加多一点。更加越多的时候呢，也学的东西也越多一点。其实师姐也不是专门跟我说，就是我路过的时候听到的这一句话。他每次到那个灵岩三寺，就像进入那个极乐世界。听了他这句话以后，我就感觉我应该为灵岩三寺做更多的事情，让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进入圣地的这种感觉。我女儿是没有信佛，但是我儿子是信佛的。我儿子从佛童班一直长大，感觉就是我儿子和女儿两个人是有很明显的差别。如果说能够大家都能够提前早点信佛的话，可能会更加对人的成长应该更加好一点。灵岩三寺还是一个很纯净的一个地方，很干净的一个地方。师父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环境，对我们来说呢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维护好这灵岩三寺这个氛围，让灵岩三寺能够发扬光大吧。我们毕竟会老的嘛，然后会需要不断的有那个义工来加入进来。还没来过大殿的这些朋友们，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能够来大殿感受一下那个灵岩三寺的这个环境，感受个一次两次，然后你就会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这种想法出来。人到这个世上来走一圈，时间其实很短。但是也很不容易，所以只能够往生西方，对吧？离苦得乐，脱离轮回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奋斗目标吧。